我叫阿 P， 这当然不是我的名字。谁会姓阿，名 P？ 拥有这么一个并不响亮的外号，绝非我的本意。从此，这个黑外号就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于是我发誓一定要做清河南高的大哥，我要让阿 P 这个外号成为清河南高里最受尊敬的名字。这是我向清河南高大哥位置发起的第99次冲击，挡在我和大哥宝座中间的就是此刻在浴室中的那个男人。大家现在应该猜到，我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没有一个主角会是这样出场的。现在踩在我脸上的这个男人才是故事的主角，他就是清河南高的传奇京浩。大哥，从前这所大学就是日本学生的天下，处于食物链底层的中国学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就干掉了日本学生中的二号人物武藤，京浩瞬间成了这所大学的传奇。这两个人是京浩的左膀右臂，妖姬和二饼，天生相爱相杀的一对儿。妖姬和二饼在京浩入学前，他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可是两个人的精力全都花在了无休无止的内斗中，始终没有能够形成和日本学生抗衡的力量。其实在我看来，两人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早就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的友情，打架就是他们表达对彼此感情的方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站在伞下的男人叫柴田，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是他的头号爪牙。在京浩出现之前，这所学校就是柴田的天下。估计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刚上大一的京浩会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在京浩的带领下，中国学生也终于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学生长年以来的压迫和欺辱，最终和日本学生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どこ見てんだよてめえ。
你说什么呢？这个看上去一副书生模样的人叫谭家木，他是京浩的发小，也是他的军师，是他最终扑灭了京浩和柴田之间无休止的战火，缔造了清河南高今天的和平。没有人知道那天谭家木在里面和柴田说了什么，又是怎么全身而退。从那之后，他就如同一个消防队员一样，把中日学生之间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掐灭在萌芽状态。阿P，道歉。对不起。高橋。謝れ。兄貴。すまなかった。一般啊，有没有再愿意上来应战的啊？哎，你长得很凶哎，眼神又犀利，你又高又凶，什么意思啊？啊，来来来来，你上来，来来来来来，你上来，来来来，这位兄弟，有没有压这位兄弟的？来，哎，我自己呀、啊，压我兄弟的。二三，开始！加油！加油！加油！你使那么大劲干嘛？我一推你就摔倒。好，一二三。Thank you.
你这样让血液流进大脑之中，是不可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的。嗯，别理我。我在祭奠我转瞬即逝的爱情。来了，新老师。我是旧老师呗。漂亮。嗯？哪儿啊？那儿。老师好。你好。新老师，漂亮吗？缘分呐。别离我那么近，恶心。大哥，是你让我……你吃算了。嗯？我吃没吃蒜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吃不就好了吗，大哥？来，你一定要让他感受到你的霸气。霸气？那他打我怎么办？你管他呢？啊！霸气。老师好。你好。嗯，哎，老师，老师，有事吗？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なたは柴田家唯一の跡取りであることを片時も忘れてはなりません。柴田家を守ることなどできませんよ。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大変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いえいえ、今日お伺いしたのは、名高い柴田家に再度天皇陛下に忠義を尽く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そう思いましてね。読書会ご存知ですか？聞いたことくらいは。この読書会というのは、反動的な会書物を使う満州を分裂させ大東亜共栄の思想を破壊しようと喧伝するのです。ですから、このような動きを放っておく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かし、我々が武力を使って学生の活動に干渉するのはちょっと。そこでです。松井課長は御所定の力を借りられないかと。つまり、学生が学生を叩けば軍部としては都合が良いと。すみません松井課長、それはちょっと。やりましょう。これはこれは、い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か弟さんは。天皇陛下、皇軍のために尽くすことが私の夢でした。それは頼もしい。それでこそ武家の人間だ。皇軍は柴田家の貢献を忘れないでしょう。頼みましたよ。すみません、道場内は禁煙ですので。それは失礼しました。では我々はこれで。ぶれた武家一家が何を偉そうに。今日は出過ぎたことをして。今は満州だけじゃなく、内地だって軍人の天下だ。一家の名声を取り戻すには彼らの力を借りるしかない。俺は柴田家唯一の跡取りだって姉さんいつも言ってるじゃないか。もう姉さんが一人で全てを背負ってる姿は見たくないんだ。姉さんの代わりに。行くぞ！はい！起来！哥，你干嘛？
你怎么让开？他们是……哎，你放开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你不要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读书会，非等日本人敲你俩军棍才踏实啊！不能因为恐惧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呀，读几本破书还成信仰了？这不仅仅是读书这么简单，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明明说的是汉语，可国语课却是日语课？为什么国史课上讲的都是女真后金，而没有秦汉唐宋？你好，课本又不是我编的。那我再问你，日本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学习自己的文化？那你得问日本人。我告诉你，因为日本人想用这样的方法来消灭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战争失败不算亡国，当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所谓的满洲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亡国奴呢。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读书，更是在传承我们的文化，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你明白吗？啊，真是对牛弹琴。等会儿，少废话，今天必须跟我回家。走。干嘛？干什么？什么老师呀？柳河老师。你在这儿干什么？晶晶，这个柳河老师，柳河老师是我们读书会的创始人。我是来参加读书会的。啊？哦，嗯，我听佳妹说这里有个读书会，我在心里就决定了，一定要参加。欲亡其国，先灭其史，这就是日本人现在在满洲所做的。前一阵子，读书会遭到了日本军警残酷的镇压，很多同学非死即伤。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有这么多同学都聚在了这儿。他们可以镇压，但是读书会始终会存在。而只要读书会存在一天，在满洲这片土地上，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就还会在传承。而只要这种传承存在一天，我们就还不是亡国奴。好，董处长啊。柳河，是不是还在搞你那个什么读书会呀？这里不是中国了，是满洲。暂时是吧？雑用かかりにすき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でも秀吉は与えられた仕事を真面目にこなし、自分の夢を諦めることはすきませんでした。金浩同学，滚！老师，请你讲一讲你的梦想是什么？实业报国。
好啊。那你想办什么实验呢？这个还没想好。那你想怎么实现你的梦想？先挣钱。怎么挣钱？打麻将。笑什么笑？看看麻将是国粹啊。老板加水。二饼去客人加点水。南风好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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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不错啊，到你了，到你，来吃来吃。八饼，我们家的男丁每一个都活不过二十岁，也许这就是宿命吧。所以，我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哎，老板，我喜欢你。晶晶，我有病。什么病？别传染我。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我家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活不过二十岁，这可能是我家里的一个诅咒吧。所以我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里的第一天来过。你来了，我找你哥。你们是不是傻？当做第一天来过。你每天还得从你妈。你吃点饭，在这吃。好啊。嗯，再出来一次。你是读书会的吧？干啥呀？爸！我咋听说你泡了俺们学校挺多女孩啊？对啊。今天我就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咋就不泡我呢？啊？租的也真的太难看了。
去吗？就瞧见老者已放招魂，按着道人不由心头火起，手举朴刀劈斩战龙，哈！张掖手无寸铁，全战步伐巧妙，身体灵便，一低头将刀躲过，顺手就是一掌，恶道唯恐是暗器，嗯。哎，大部长，鸡待侧身时，张掖下面又是一扫堂腿。好恶道！休息会儿，喝口水。休息，谢谢，谢谢。柴田呢？让他出来。この件はお前とは関係ない。帰れ。無駄話は無用だ。相手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やっちまえ！いや、これは違うんだ。誤解だ。
什么误会？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来找麻烦，回去告诉柴田，从今天起，金浩在读书会。嗯。喂。すまなかった。怎么样，还疼吗？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不管怎么样，今天幸亏有你。那没什么事儿，你快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啊，老师，我送你吧。啊、好。再见。哎，跟我来。走开。老师。老师慢走啊。常来啊，常来啊。有戏啊。阿碧，来碗水。哎。哎。哎，你今天拜了黄大仙，怎么就带人来了？我夜观天下，发现北斗南移，天狼耀星光，紫微星暗淡。我掐指一算，大惊，能好好说话吗？是妖姬通知我的。你也，我。那个，你看，那月亮真圆呢。好圆啊。现在开始，你只能看我，啊！哎呀妈呀！妖姬啊，听说你跟小日本干仗了，你咋不叫我呢？教官，大哥，这位是我女朋友。柳小姐，こんばんは，请上车。这里是特高区的监狱。ここにいる一人一人が私を恨んでいるが、私だって彼らを恨んでいる。人にも、そして自分にも苦痛を与える。一体何のために？
松井、何やってんだ。听说刘小姐自己学过医学，所以我想请刘小姐到这边来看一下，这些人的毛病还有没有救。爸爸，你给我念本书吧。好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大东亚共荣的伟业，真的很需要像刘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儒士。我々が先生にお願いしたいのは、満州の文教についてです。満州の若い世代に優れた教育を提供したい。刘先生也是有小孩的人，我相信你一定懂得。谢谢大家的照顾，给大家添麻烦了。其实你现在可以不用叫我老师了，我已经从学校辞职了。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是你爸逼你的吗？那你恨你爸吗？原来你知道啊。刚开始肯定是恨，以前我每去一个新的学校，很快就被传遍了，说我是汉奸的女儿。其实我一开始办这个读书会，就是出于对他的反叛，对他的恨。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跟他划清界限。可是后来，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不过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当我开始真正忘掉对我爸的恨，反而让我看清了这个读书会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我看到了他们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和对抗争的希望。那你会继续办下去吗？当然了。其实读书会也让我明白了，在国家兴亡和民族危难面前，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我帮你吧，柴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保护你。和读书会鱼糊了。哟，
間の武藤の無礼は謝る。すまなかった。これは償いだ。理解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いいな。我想，读书会不应该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你觉得这样意味着什么吗？我庄园无复见，泪潸然。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然。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凄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面倒に巻き込まれてるようですね。今しばらくお時間を。どうか私を信じてください。私は君のことを疑ってなんていませんよ。むしろ君を評価している。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頼みますよ。必要な援助は
提供しようと思ってね。どうしました、兄貴。お前の仕業だな。松井さんの命令に従っただけですけど。俺の大事な子分が二人やられた。どうしてくれる？まだ俺たちが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兄貴。面を外して。
木刀を持ってきて。これが真剣だったら命はないわ。また死んだ。あなたが男らしく柴田家を支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は知ってる。でもまだ準備が足りないわ。準備ならできてる。俺は柴田家の跡取りだ。あなたは私の弟よ。难怪那个男孩子愿意为了你拼命。你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不做点女人该做的事情呢？罗姨在铁蹄面前的挣扎注定徒劳无功。この船が日本に開国を迫った時、アリは旧車の前で迎え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か？柳さんも黒船をご存知なのね。私が生まれた頃、うちには粗末な道場とお家再興の念に取り憑かれた父だけだったわ。その父の望みのために弟を連れて満州に来たの。この戦争は私たちにとってチャンスよ。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吗？この戦争でどちらが勝つかなんて知らない。私たちのような武家の一家が立ち直れるかもわからない。でも私たち一人一人にとっては愛する人のために生きることが大事なんじゃない？如果为了偷生而放弃自己的信仰，那还谈什么爱呢？もうこれ以上続けないで。じゃないと私たちの大切な人は傷ついていくだけよ。我打算暂停读书会的活动了。啊？你不用害怕柴田他们，他们要再敢来，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我并不希望你这么做啊。最近有个人问我办读书会的意义何在。其实我在想，读书会的意义就是为了提醒每一个来参加的年轻人，我们是中国人。一个人可能改变不了历史，但是历史终究是由人来写成的。而每一个不忘本的中国人，都将会是未来燎原的星星之火。所以我现在停办读书会，就是为了将这些火种都保留下来。那我算火种吗？当然算了。说，大哥会不会再讲一个关于他的绝症的故事啊？说什么呢？大哥！
松井さん、おいしいですか？ねえ、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よ。ふるさとの味です。来年は上野の桜が見れるといいんですけどね。你们来干嘛？たまたま通りかかっただけさ。不买东西，请你们出去。買うさ。客を追い出す理由はないだろう。你们买什么？あれ。お前、あの兄貴にしては上玉じゃないか。你干嘛？行くぞ！動けない！お疲れ。いえ、結構ですから。取っておいてください。また来ます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では。
刘部长，你不是说你女儿去上海了吗？刘小姐，今天你的学生杀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公民，能不能跟我一起回去协助调查呢？刘部长，送到这儿就行了，把柳小姐交给我。无论发生什么事，直接开车离开，你放心，他们不敢动我。厕所。
んなことしたんだ。私には全ての問題が円満に解決したように思えますが。私の好きな中国の詩がありましてね。林俊墨画封侯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金浩，我敬佩你。早已今天，我让所有兄弟都为你呼啸。ここがお前の墓場だ。
ご冥福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战功总万古枯，平君莫化封侯事。我已经不是清河的金浩了，我是个在逃的通缉犯。你们不要命了吗？没错，我们就是不要命。是不是？是。什么不清楚，没办法预测，只能靠我的天赋。不要再谈什么风度，我已经迫不得已快要穿土末路。因为经历过我的痛苦，却看不到的预兆。You like a fool， 讨论谈越来越开阔，打破陈旧的铁枷锁，我对现实反复交错。我变得勇敢，不变强壮，有新的方向，兄弟们都在我周围。对你寄托，你别枉费。消除阴霾，就像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让我出乎你的意料，掀起一波波澜心跳，忍不住要先被踢笑，有种就过来吧，别再跟我闹闹。凭我的反应，想见他选择攻击，我避开所有陷阱，让人清醒到了危机。狙击手 put your hands up， 现在都听我 ，Everybody stand back。一首声音像是天鹅，像一个传说，流传不是骗子。你们都在我周围，对你寄托，你别浪费，把我眼前的机会。你说的对，没所谓，用新的方式去面对。
我出乎你的意料，掀起一波波澜惊涛，忍不住要前辈啼笑，有种就过来吧，别再跟我唠叨。喘息，我需要乘着飞机，我不靠蛮力，靠思量破前进，凭我的反应，想见那悬赏攻击，我避开所有陷阱，让人清楚我的轨迹。狙击手不缺 hands up， 现在都听我 ，everybody stand up。一首射电笑出仙歌，下一个传说流传不止片刻。你们都在我周围，对你寄托你别枉费，把握眼前的机会，你说的对，没所谓。有新的方式训练队，让我出乎你的意料，掀起一波波澜惊涛，忍不住要前辈啼笑，有种就过来吧，别再跟我唠叨。再进步，不如精湛，没法。